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禅语，禅语伴您聆听佛音，平息烦恼，安顿身心。前221年，秦王嬴政并吞六国，一统海内，成为中华帝国的第一位皇帝。他死后的第二年，属于他的巨大陵墓才最终完工。这年底，继位的皇帝胡亥杀掉了所有修陵的工匠，于是关于秦始皇的陵墓只剩下了传说。自从1962年国家对秦始皇陵进行第一次全面的考古勘察以来，这50多年，人们关于这位千古一帝的陵墓及地宫的猜测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当时考古人经过实地勘察，绘制出秦始皇陵园的第一张平面布局图。经专业仪器探测，官方对外公布称，陵园占地大概56.25平方公里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78个故宫的面积总和呀。消息一出，瞬间引起考古界的轰动。而秦始皇陵中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关秦始皇帝宫的位置到底在哪里。帝宫就是放置秦始皇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，也是最有考古价值的地方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，没有定论。秦陵的谜点。关于秦始皇的陵墓，在《史记》中有很详细的记载。这个巨大的工程动用70万工匠，历时38年，耗费国家税赋1/3而建成。书中说，它是2000年前人类建筑力的极限。然而今天，这里既没有高耸的城垣，也不见巍峨的宫殿，只有一方土冢飘零于岁月的时光之中。难道说秦始皇陵的秘密，那些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，只是子虚乌有的传说？当年那口挖了一半的废井，它有一边触及到一个神秘的地下王国之中。如果当时打井的位置稍稍偏离，2000多年前的历史将依然混沌。这是一种人们从未参拜过的神像，它的造型奇特，似人非神，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哪一座寺庙之中。从外形上看，与其说是神像，不如说是身披甲胄的战士。然而考古人员关心的是，这些距离秦始皇陵 1.5 公里处发现的陶像，会不会与传说中的秦始皇陵墓有某种关系呢？不久后，考古队进驻西洋村。有谁能够想到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考古工作，在半年后震惊了全世界。这就是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。它们是以个体形象呈现的整体塑造艺术。这8000兵马造型各异，绝不雷同，是2000年前世界塑造史上的巅峰之作。然而秦始皇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塑造兵马俑呢？视死如生，中国自古以来讲究视死如生，认为人死后会有一个幽冥的世界，如果把死人生前的一切带到地下，他在阴世间的生活会与生前一样。1996年6月的一天，正是酷暑前难得的清爽天气。抱着半郊游的心理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几名学生来到秦始皇陵实习。很随意的一铲中，却似乎有了一些微小的变化。在这一铲的泥土中，隐约有一些红烧土与木炭灰的痕迹。学生们顿时兴奋起来。红烧土与土炭灰是考古工作的指南针，它们是高规格陪葬土的标志。难道说
这地底下是另一处兵马俑坑吗？经过漫长的勘探工作，考古人员精心地挖开了一个153平方米的小坑。令他们大为不解的是，这个坑内并没有兵马俑，而是摆满了数以万计的石质盔甲。这是什么样的墓葬坑？坑内为什么只有石甲而没有人呢？从坍塌的坑边看，这些石甲衣与兵马俑的排列方式一样，都是每四件一排，样式也与兵马俑相同。这十分有趣的发现，难道说这些甲衣是为埋在不远处的秦俑做的吗？但是秦俑是死物，他们怎么会自己穿上甲衣呢？这个考古发现迅速传遍了全国，于是人们又一次把目光聚焦在秦始皇的身上。秦王好道，人世间欲望的巅峰无非是做一位显赫的帝王，然而无论是帝王还是平民，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。秦始皇要万年长生，在首都咸阳是众人皆知的秘密。他派遣一位方术之士徐福，带领500童男童女出海寻访长生不死之术，这一去再没有回来。是旅途艰险，还是徐福畏罪潜逃，后人已不可而知。但是秦始皇却要为自己注定的死亡去做其他准备了。如果不能求得今世长生，那就只有经营来世轮回。复制石甲。有专家推断，兵马俑是秦始皇的地下军团，而石甲坑正是这个军团的武备库。用8000逃兵逃马做护卫，以上万件石甲衣为武装，自人类书写文明史以来，再没有哪一位帝王能有如此大的手笔，在地下埋藏这样一支绝无仅有的陪葬军队。然而秦始皇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？考古学家认为，这8000兵马面向东方，随时准备出击。如果西方六国的君主在阴间反抗秦国，这些军队将用来与叛军进行决战。秦始皇的真正用意是可以在死后一统冥界，在阴世间做千秋万世的皇帝。更大的秘密，武士与甲衣构成了秦始皇陵的地下武装，但是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，他的地下陵墓就只有军队与武备吗？人们深信秦陵的秘密还远不止于此。秦陵的核心史料汉旧仪对秦始皇陵的深度用了一个词，称以深以极。在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中也说了，李斯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，已经挖得没法再挖了，仿佛已经挖到了阴间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也记载，始皇初继位，穿至骊山，并及天下，天下徒送旨70万人，穿三泉，下潼而治果，公关百官奇器珍怪席葬满之，令将作鸡弩士，有所穿进者折射之。穿三泉指的是往下挖，打穿了数层含水层。结果是秦始皇听到李斯的奏报，便下令再旁行300丈乃至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300丈这里很可能只是虚数，秦朝的一丈约 27.7 厘米，300丈就是83米。由向四周拓宽近83米，这位置可就不好估量了。民间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，秦始皇的地宫其实就在骊山里，在秦始皇陵和骊山之间连接着还有一条地下走廊，
这条走廊每到阴雨天时，便会有成群的阴兵和阴马从地宫深处出现，仿佛阅兵一样，热闹非凡。也有当地的村民说曾经见过这些阴兵，至今心有余悸。有人说秦始皇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帝王，也许秦始皇精心建造的秦始皇陵是有另外的目的。秦始皇陵珍宝无数，也许是为了在地下统治世界，秦始皇很有可能将秦始皇帝宫当作自己在阴间往来贸易中枢，有这样豪华的地宫和无数的奇珍异宝，想不统治也很难吧。也许秦始皇帝宫就像是一个超现实城市，而城市的统治者就是秦始皇。做了一代君王，秦始皇陵也算是过了把瘾，但其实秦始皇真正统治的世界是阴间。这也许就是秦始皇花费39年建造秦始皇陵的目的吧。大家是怎么看的呢？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禅语陪您聆听佛音，平息烦恼，安顿身心。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，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咱们下期再见。